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抗议标语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社交网络立即对该事件展开审查。目前已有多个平台已将四通桥设为禁搜禁发。此外，海淀、勇士在微博遭禁搜，横幅、条幅、标语等在微博的搜索结果遭到筛查，不要核酸要吃饭等横幅文案在各平台均无法找到相关内容。而此后审查规模快速扩大，敏感词匹配范围更加模糊。目前微博已将桥、北京、勇敢设置为禁搜词，仅蓝 V 即机构和媒体账号发言可见，敏感度极高。此前还有大量微博用户向勇敢的人致敬，微博一度将勇敢的人禁搜，随后则更是严厉的禁搜勇敢。微博四通桥搜索结果仅有两条蓝 V 发布的内容，图片搜索无结果，实为禁搜。豆瓣小组无法获得四通桥的搜索结果，但通过搜索引擎外部检索发现实际有大量相关内容，由此可确定为设为禁搜。知乎搜索四通桥仅能获得无关结果，百度将四通桥的搜索自动补全关闭。中国摇滚乐队不优雅先生的名为四通桥的歌曲也因与本事件同名而遭到下架封杀。有网友尝试在微信群转发相关图片，结果遭到禁言24小时的处罚。微博禁搜桥仅显示蓝 V。微博和抖音禁搜北京。微博将海淀设为禁搜词，结果仅显示蓝 V。微博将勇士设为禁搜词，结果仅显示蓝 V。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